在这炎炎夏日，我真的快融化了。Oh my God！同学不用想太多，想象可以胜过一切，但是事实不尽如此。啊，算了。实在是有点烦。啊，你哪一家？这是别人的东西，不可以随便乱拿哦。不论是在学校外面或者学校里面，你们都带给我很多的欢乐。同学渐渐从不配合变到慢慢的熟悉对方，现在是北京国中校园时间。虽然有时候会发生一点小意外，同学不知道在搞怪还是在干嘛。是你啊？但不管如何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惩罚了。为什么你下巴跟我一样长？长才帅啊！哦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一题我会 A 就对了，选 F 啦。希望大家可以怀念我们一起的时光。看这个，为了当啊！结束不代表永远结束。你以为一定会人生难免会受伤，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会有新的社团戏剧社，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哦。